哎，什么样的爱？犹豫不决是你的脸孔，模糊不清是我的心痛，请你别只是望着窗口，什么都不说。曾经你要我付出所有，现在你却说只要自由，所有的对为何变成错，伤心的我只想问，什么样的爱你才懂，什么样的我才能让你感动，我的爱难道还不够，不够让你沉溺到永久，什么样的爱你才懂，什么样的我才能圆你的梦，再也不会有人像我，像我痴心爱你不回头。好，玉兔，刚唱的时候有什么画面吗？肉根。你有想要对肉根唱的意思吗？每一首都是。哎呦，你干什么？你这是干什么？哎呀，好啦，好评分。好，玉兔，你要不要补强一个？你自己鱿鱼根啊，或者去瞎掰一个，怕弱掉有没有？有吗？你自己有没有？就其实我觉得对于感情是，就像我觉得就是我像刚刚就是三位评审在讲那个他们的感情故事，其实我真的很感动，因为其实在就是越长大发觉说人就是会觉得说心机啊什么不同，但是你要找到一个真的很爱你的人其实真的很不容易，而且相对的付出真的会让人家觉得很感动的。哎呦，所以三位老师算是对你有启发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让我觉得就对爱情还是要很有希望，功德无量啊，掌声鼓励一下。因为妹妹这年纪很有可能一段感情，你看当了米恩都会怕，对啊，再次谈恋爱或跟男生接触，对啊，那这两位还是要评分一下了。嗯哼，红队还是绿队呢？玉团小薰的战争胜利地方会是谁的？玉团小薰的战争胜利地方会是谁的？三位老师，三、二、一，请给分。学姐妹，对，对，我们两个是在高中读同一个是护理科，对。真的，谁是学姐？我是学姐。你这样子污蔑。不呢。所以是早就认识就对了。不认识是之后讲之后才知道是同一个学校出的。哦，好了，给他们掌声鼓励一下，一比一平手。紧接着呢是李圣杰的 PK 赛，我们欢迎彤彤还有柠檬。两个都实力算不错的，没有没有，那还是要呛呛一下。嗯，谁先？我先哦。好，彤彤先。啊，云少兰上身。这柠檬啊，你知道你的脚踝跟膝盖一样粗吗？这伤超狠，这会很狠吗？再见啊。你很非常很傲，这是事实啊，但是我从来没有因此而自卑过啊。你除了当坏女人你还能做什么？
其实我也是个善良的小天使，天生看起来就像个坏女人，林色兰就是你吧？只有一戏演得好，我入戏是吗？是的。好，再讲下去就干掉了啊！好，那猜拳了，猜拳决定。他先。好。那哈，柠檬要带来哪一首歌曲？我要唱《你们要快乐》。你们要快乐，听一下啊，听众。你哭着拿下银手链还我的时候，最近你躲我有了理由，别说我的爱让你惭愧，不配拥有，珍惜不就是温柔？但你说抱歉，爱上了我的好朋友。原来心酸比心痛难受，茫然地走到了门口，觉得还是念旧，我听见我回头说，你们要快乐要天长地久，你们没有错，爱是自由，走出这扇门，至少我还有辽阔。你们要快乐要紧紧牵手，你们不幸福我会难过，成全最爱的人不是为了感觉他寂寞。那你呢？我，再来再来一首歌。我要唱《痴心绝对》。痴心绝对，掌声欢迎！哇，这算国民歌了哦。直到那一天，你会发现，